L 不穿裤站潮浪头，从头到脚新鲜夯货。L 穿上 Polo Ralph Lauren 最新 CP 93系列服饰，搭配 Gucci 针织棒球帽，又潮又时尚。品牌提供。陈嘉桦 ，Ella， 升格人母后，时尚品味备受肯定。除在录制中国节目时展现好 EQ， 对于时尚新战场的机场穿搭也不马虎，不只注重穿搭有型有款，还懂得该录就录吸睛术，就连潮流度都要走在浪头上。像是他现身机场，身上穿的是台湾才刚上市一周的 Polo Ralph Lauren 最新 CP 93系列服饰。Ralph Lauren CP 93系列灵感源自 Ralph Lauren 在1992年于加州圣地牙哥赞助美洲杯的制服设计，以及在1993年发行的航海系列，以简约而鲜明的白、蓝、红、黄、绿混合搭配，并是以 CP 93的经典标志与帆船图腾，演绎全新的复古运动时尚。主打帆船与航海主题的 CP 93标准系列款式已正式发售，另有灵感来自原始系列及90年代早期的帆船与 Rivera 里维埃拉的印花图腾，重新设计出24种崭新风格图案的限量系列款式。而此限量发行的 CP 93系列款式将于6月14日在台北101Polo Ralph Lauren 专柜发售。另细细打量 Ella 的机场装战袍，发现她虽选择修肩感十足的运动外套，但巧搭 Gucci 棒球帽，加上也是刚上市的 Converse 纽约潮流女装品牌 Made Me 的联名鞋款，一身新行头，说明他走在潮流尖端。而他穿搭方式和配色都可见小心机，脚上的联名黄球鞋刚好呼应身上 CP 93系列修肩外套，右手袖子上印有红色 CP 93 logo 黄色色块的设计，更以不穿裤的性感潮穿搭，让外套以下都是腿，叫人不多看两眼都难。刘延龄台北报道。Ella 的机场穿搭看似随心，其实都是超夯新鲜货。品牌提供。Ella 脚上抢眼的黄色运动鞋是 Converse 与纽约潮流女装品牌 Made Me 的联名鞋款。品牌提供。Polo Ralph Lauren CP 93系列长袖双面针织外套6880元。品牌提供。Polo Ralph Lauren CP 93系列拼接连帽上衣6880元。品牌提供。Polo Ralph Lauren CP 93系列 Polo 衫5880元。品牌提供。
Polo Ralph Lauren CP 93系列 T 恤3280元，品牌提供。Ralph Lauren CP 93限量系列灵感来自原始系列以及90年代早期的帆船与 Rivera 里维埃拉的印花图腾。品牌提供。Ralph Lauren CP 93限量系列灵感来自原始系列以及90年代早期的帆船与 Rivera 里维埃拉的印花图腾。品牌提供。Ralph Lauren CP 93限量系列灵感来自原始系列以及90年代早期的帆船与 Rivera 里维埃拉的印花图腾。品牌提供。Gucci 针织发带装饰棒球帽13700元，品牌提供。Converse X Made Me 黄色灯芯绒鞋款3280元，品牌提供。